的车辆，并且引发了多车的追尾。那目前呢，事故现场正在进行什么？银行告诉。很多的大货车，他们呢都是满载货物，而且呢在这个追尾过程中呢受损比较严重，所以对分批的转移。另外呢，有的车辆呢受损非常严重之后，他已经调集了像吊车、托运车辆多部的重型机。